开花来了，我妈啊，开那个开发区，开车到这块半个小时，车停那个跟前这块，然后往里走，往里走大概得20分钟左右吧。啊，现在是5点多左右，7点半开始啊，正月15烟花秀。7:40到8:20，就20分钟是吧？跟上步伐呀，咱也不知道在哪儿，就跟着人家人群走。这联络，说是海边离这嘎达3公里，还得走20分钟。就顺着那个是跟大部队来的，顺着原路往回走。人家说可不，人家大部队可不带你了。啊，客人。看花萝卜。哎呀哎呀，这个推几号了？到西楼这边圈去。有小袋的意思是吧？啊，来多少了？熟的吗？熟的，拿着就走。拿羊肉的啥肉的？纯羊排串，多少钱？3块钱一串。来十个。来吃来了。不是来吃来了，关键是这个是背面啊，人家兄弟说。先尝尝，那有纸来。啊，拿尝尝。宰吧，宰吧，给你吧。吃都不要钱，尝两串，尝两串，完了咱们往前走。三个人不是来看花的，三个人是来吃的。还有俩脸呢。哎呀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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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吃就吃羊排串。哎，我买个羊梨什么的串哈，我自己买的。不管能不能看出花，今天必须来个宝。一帆风顺，啊！一帆风顺，连连好。啊，咱咋的呢？咱咋的？我快，你们都要啥的呀？咱仨来两串就行，整不了那些去了。来草莓的，来山楂的呗。要个这个吧，啊，这个也行。好，东北小糖葫芦，山楂的，还有葡萄的。铁板大鱿鱼出锅了。哎，老王，鱼豆腐。行。哎，你来这边。那啥，青菜来两个就行。来，这里有菠菜，有油麦菜。行，一样来一个。葱花香菜。葱花香菜。这个是。这是我们秘制辣酱，对，跟你那一样的。一样，你那个就是。啊，那来这个吧，都来。辣吗，美女？甜辣。甜辣，对不起。好，来，啊，慢点。自己挑，没有碗的。我，这是啥？这是麻油，麻油要不要？这俩14块钱，还行，14块钱啊，一共14的。辣不辣？有没有老家的那个味儿？有没有味儿？啊，挺好吃。嗯。嫩炒的啊。再来口，来我看，主要是他这个汤好。来方便面，豆腐汤吗？哎呀，还一个半点的，一个半点，咱连走连看连吃，吃差不多了，完了一个半点，正常咱去看花，正好。这小车烧烤，是的。卫星锁定这俩人，看看，这人怎么？我说上面全是人，卫星直接给你俩锁定了，这家造的。在人群中一顿造啊，站在街边，人越来越多了，人越来越多了。啊，这个是大头菜、猫菜，这个娃娃菜的了，娃娃菜。
哎呀，我爸这吃素快呀！干活呗。这离海边还有多远，大哥？在这往前还得20。20公里，不是？20，一公里吧。一公里。完了，往那边还得拐。还得拐。2公里。两公里。大哥哈，放一个，放一个看看，这块正好来了。哎呀，这真快呀！啊！我还行啊，挺好。这么大点儿，我一个小。直播呢啊，这家冻的，准备开始了。都不动了啊？不动了。完了，不动了，不动了。一会儿那啥吧，这白扯扛。哇，太像样了啊！When you were before.Could look you in the eye. You're just like an angel. Your skin makes me cry. You look like a lady in a beautiful world. I wish I was special. You're so very special. And I'm a creepI'm a weirdo. The hell am I doing here? I don't belong here. I don't belong here.I don't care if it hurts. I wanna have control. I want a perfect body. I want a perfect soul.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no matter how, I wish I was special. You're so very special.I'm a creep. I'm a weirdo. What the hell am I doing here? I don't belong here. I don't belong here.我要动手，我宝贝蛋。When you were before, could look you in the eye. You're just like an angel. Your skin makes me cry.
I wish I was special. You're so very special. 壮不壮观？老壮观了。老壮观了。可以。过瘾吗？过瘾。这是往出走的场面了，是不是？对。他这人都撤了啊！啊啊！好、啊。哎呦我！这花看着确实是不容易啊。啊，虽然是挺壮观，但是。他是真不容易。瞅瞅这人，哎呀妈，不上不下。啊，你看这底下这轮子，就看这人的是不是？走吧，出600块钱。不行，你们这样，咱们上前门找那嘎歇待一会儿，等他们走差不多了。暖和暖。放什么？啥情况啊你？不能闹啊！我媳妇来了，完了，不让走了。嗑瓜子儿到了，出不去了，在等着吧。这边人呢？我们来。现在是9:30，得整到10点。俺们仨到家了，父母今天给那热饭呢，10:45了。俺们爷俩把我们这个年前买的那一帘鞭炮放了，不能留到来年呢，是不是？都放呢，上大道放去。各种大地方，你点到位了，你点的啊？算了，算了，你点呗，你拿啥玩意儿干？我妈是怕你没火，然后给你拿的烟。我的妈，你妈天天想的是老周到了，真的。儿子采访你。咋尿？啊？那必须的，是啊啊，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呗。对啊，得嘞，年也过完了，节也过完了啊！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利，事事顺心，开开心心的，健健康康的，明天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啊，好了，俺爷俩回家了，放完了。到哪儿？完了。孩子，我这汤圆安排上了。哎呀，这是正月十五，差点没吃上汤圆，这家伙，这看花看的啊！这不也造上了吗？煮汤圆。嗯。还有一个小时，正月16了。完了，煮点汤圆，团团圆圆，家人们都。准备开饭啊！准备开饭。煮两个馅儿。